场啊，我也正想找张大哥探探，一起走吧。哼，你那边敲着鼓打着锣还放着鞭炮，这戏唱的可真带劲啊。啊，你还有闲工夫去看张大哥，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哼，长河还在气头上啊，我本来啊想忙活完这摊子事儿再和你说清楚。说什么说，老老实实当你的二掌柜吧，你的白眼狼，你可算是露出尾巴来了。你别一口一个白眼狼，少拿这个石盆子扣我。今天是我们养殖场的大喜日子，我不想和你吵。今天晚上咱俩回家好好说道说道。我跟你说不着，我好说歹说你不听，张大哥苦口婆心劝你，你也不听，你是恩也忘了义也负了。你不讲良心，我得讲良心。我本来看在夫妻情分上不想搞你，给你这么长时间就盼着你回心转意。行啊你陆景啊，你是把事做绝了，我不能看着张大哥这么遭罪，咱啊法院见。十多才是不行了，咱得起诉他。哎，长河，你听我说，你不管了。长河，哎呀，长河，张大叔，你也别说，快点，张大叔，这些单据按厂里规定都是应该给我们报销的，在我们手都快一年多了。今天我们大家伙找到你，你就签字给我们报了吧。这是我的工伤医疗费，已经放了八个月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这是我的出差费。都是我自己掏了保险垫上的，这是我为厂里垫的汽油费给报了吧？哎，报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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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啊，这单据厂里赶紧给我报了吧。兄弟姐妹们，怨我没本事，张为民没本事啊。厂里欠大家的，我再想办法。现在厂子已经垮成这个样了，你还有什么办法保险？我们大家可要生活，可要过日子。我们今天就是来问问你，你欠我们的工资到底怎么办？哎呀，对呀，对呀，你来，你来，我说怎么办？就是啊，这单据厂里赶紧给我报了吧。大家别急，大家别急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什么也不要说，今天你有也得报，不报也得报。对，报什么？什么？干什么你？你吵什么？你们大家都吵和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？说吧，你先给大家听听。长河，你都知道了。长河呀，这起诉书的事我看就算了吧。大哥，厂子毁了，账不会毁。只要我还待一天，我就想办法把账还上。来，把单子给我。说，把单子我。好啊，单子我给我。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对不住你，我不是人物，这单子我不还。好吧。
候你愿意到哪里去打工就到哪里去，不要再偷偷摸摸的。张大哥，弟妹，大哥，流泪那座弟妹泪少，大哥有话把你求，愿我无行吧。喂，小宗，我是卢锦。还是刚才跟你说的那事，加工厂先于停产，全体职工没有饭吃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的好大姐呀、啊！刚才我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吗？这些员工我们负担不起呀、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在他们中间挑选几个年轻力壮的做做文章就行了，好吧？小总，他们厂子垮了，不能把他们推出去没人管吧？我想把他们全部聘用。作为公司的老总，我不得不提醒你啊，你要考虑到我们公司的利益，要为公司负责。作为公司的副老总，我也想提醒你，我有自己聘用员工的权利，这些人我咬定了。卢副总，整个公司一盘棋啊，我希望你冷静一下，不要感情用事，好不好？不要认死理儿。我没有感情用事，现在非常冷静。我只知道人在危难的时候就得伸出手来帮一把，这就是我们黄河口人的死理儿。15年前我这么做过，今天我还是要这么做。好了，没有必要再折磨下去了，就这样吧。大哥，只要有我卢静，大家就都有工作，都有饭吃。大家跟我走。好啊，带大伙跟大家走吧。说，我带着头跟大家快走啊，跟我走。走。长来啊，你也走吧，跟弟妹去吧。那你呢？我的心事也了了，也该歇歇了。
你的药，我给你带来了。Thank you.
天，再不能吃饭不饱心苍天，再不能上山当做那皇帝，再不能无亲无义之外。Yeah!